我准备一下做甜品的东西。幸亏吉荣今天晚上没来，我做甜品的泡打粉忘买了。我下楼买一趟啊。你怎么出来了？现在气温已经接近0度了，你穿这么点儿，冻死就怪了。谢谢啊。天冷就要多加衣服，这种常识你不知道。一场触手可及。我怎么知道4个月之后会突然降温啊？那我以后每天都在门口上的小黑板写上当天的天气预报。你一个诡辩天才，什么时候开始说不过我了？我那是不与傻子一般见识。你才是。喂，你怎么骑车的？没事啊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怎么了？还好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别动。一点小伤而已，又不碍事儿。你别板着个脸。再小的伤也要处理。好了。谢谢啊。那棒棒糖，刚才买创可贴的时候随手买。你送礼物这么随意啊？你要不喜欢的话可以退回去。那不吃白不吃，反正又带不回2021年，我吃了也不会胖。谢谢啊。但是你这个棒棒糖也太朴素了，我喜欢吃那种有一点造型的。你自己买。